抢先带你关心新闻焦点。巴塞罗那发生恐怖攻击，台湾旅行团一对母女轻伤，所幸没有大碍。八一五大停电，中油董事长陈金德今天宣布请辞，强调自己没有委屈，辞职也许是天意。喜迎世大运，北市府推出观光主题路线，要让外国游客体验台北的文化与美景。有暴徒持刀闯入总统府，并且杀伤宪兵，警方以杀人未遂罪移送地检署侦办。更详细的新闻内容，请锁定新唐人亚太晚间八点新闻。